因为今天是导演，我们导演张氏的大日子，所以非常的开心。对，啊、嗯，对啊，梅秀姐，对，很开心，对，很开心，对，非常非常开心，对。对，对，练多久？爱情练的久。对。哦。有练一下下，然后也有进录音室的时候，那个老师他也有特别就是稍微琢磨一下那个音，对。现场拍的时候唱是有点紧张，在录音室还好没有，因为老师一直叫我放轻松。还好哎，因为其实就喜欢唱歌，但是都是私底下跟朋友去唱。你说真的，当唱出搬上台面起来，会有点害羞。其实他在拍这场戏之前，我们有先找那个音乐制作人到公司来跟他对 key， 然后在对 key 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发现他其实有这个唱歌的天赋啊，就没想到录完音之后，这个我们觉得效果非常好，我都想把他的唱片约签下来这样。哎呀，没错。就槟榔要少吃啊，因为对身体不好，真的。然后当然是胃戏，对啊。但我很开心，因为你平常不会去做到这些事情。那因为我们是当演员，所以我们可以啊，我们当演员很幸福，所以可以去做到很多我们平常做不到的事情。